I could be honest, here in this moment, I've been so nervous to stand here with you. They're all here for us, and I feel their aura, but just for a moment pretend it's just you. Yes, they can hear us, but they don't understand. I have said all of my vows behind the curtain. I know they see us, but they don't stand a chance. 我是一见钟情，不是你追我的，是哦，是我追你。是他约我出来的，约我出来，然后还迟到一个小时。可是我有带着星巴克的咖啡跟他赔罪。虽然迟到，但是他就是会时不时关心你说啊，你现在好不好啊？就是会说现在外面很热啊，要不要赶快先进去里面坐一下、啊？然后问我有没有吃早餐啊？所以我才愿意甘愿等下去。As a tear rolls down your face, I belong to you. If I could be honest, here at the old time. 他甘愿等我一个多小时，其实我心里面是很感动的。我会觉得，哎，一个女生不会因为我迟到就给我脸色看。我觉得这个是一般女生可能比较少见的。我就觉得，哎，他的态度都很好，然后也后续在相处的几个小时，他也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，就很真诚的在跟我相处这样子。他很有礼貌，就不是只是客套的，他是真的，他是对每一个人都很有礼貌，但很多不熟的人都会觉得他很油吧，就会觉得、就是、不是油吧，因为太过头了，对，就会觉得他可能假假的真诚，对啊，他其实是很真诚，他的很多小动作就是无意间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细心吧。不一样的方式求婚，我先带他去那个公主游轮号上面玩三天两夜，对，去冲绳。那在5月20号的时候，五二零的时候，跟他当天跟他求婚的，对，嗯，我希望给他一个比较特别的求婚方式。他那时候还跟我讲，还说我们要出国，然后他还不跟我讲说要去哪里，他就说哦，我搞一点点神秘感，每天给你一个提示，然后你来猜这样子。对。然后后来就当天我才知道，哦，我们要去搭游轮，然后要去冲绳、嗯，然后他还自己带了一束哦，他鲜花，一束鲜花放在他的行李箱里面，我都不知道，那衣服都湿了，对，衣服都湿了。到了晚上520的时候，我才拿出戒指下跪跟他求婚。会创业的一部分原因，其实是因为我老婆，他给了我非常多的鼓励，然后跟支持，从来我做的决定都没有反对过，很谢谢他一直在我身边支持我，也谢谢他选择了我。在我们刚认识跟现在，其实改变了很多，都为了对方而努力，然后更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所以未来我相信我们也会只是为了我们的家，然后越来越好，然后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会继续牵着手，然后一起走下去，一起解决。